好，我们可以把字写上去。你就写在这里就行了啊，这里写金玉满堂 ，OK， 会写吗？不会写，好，老师叫你写了。金啊，金是写一个人，你竖起来，是写一个人。啊，这是两个王，这两点，这就是金玉写一个王啊，对吧？旁写在下面啊，这个手拿上面，不要放在下面，这个左手拿在桌子上面。对，一样就是。对啊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有中文名字吗？安。嗯。安。安什么？叫安什么？你的中文名字叫安什么？安娜。可能就叫安。就叫安。应该是就叫安，对。安。I guess. So her English name, her Chinese name. 啊。你写的大一点。金，这个手拿上来，糊涂纸，这个纸不能动，别竖起来。哎，老师跟你讲过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金。